咖啡、葱、姜，再加一点料酒，土豆切成块，要去上面的浮沫。有时候葱姜放进，一块放进，水分炒干后，给里面放一勺豆瓣酱，炒出黄油后，给里面放点香叶、花椒、八角、桂皮、干辣子，给里面加一点生抽。加水，烧开后炖半个小时。提前把那面拆好了，现在开始点。这太多了，分两次点。做菜是成大吃。今天咱那个酥肉相当好吃，一大盆都吃的剩一截了。这是个啥？这是金汤肥羊。再用花椒油一扑。已经熬了半个小时了，给里面放些盐，土豆也倒进去，再炖十分钟，给上面抹一点油，方便跟着到锅小，它放的倒的那个大锅里。面放上去，再烧七八分钟，然后青黄椒放进去，搅拌均匀。酸汤肥羊，来上这个，来，这个是拿最拿手的，是，不是最拿手的，能拿得出手的，你吃这个，这个是好吃，这个没有太粗糙或者没有辣的吗？没有。我的辫子掉了，我还没辫子，我要造的。还有吃的，